喜欢的女生主动问你睡了没啊，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回复才能够接着聊下去？德哥今天呢就给你们一个万字话术，一套逻辑撩她三次。说的我真感兴趣啊，就一种话术啊。来，就一种话术，多说呢兄弟们也不信德哥，对吧？那咱们呢就直接实践上手操作。女生问完咱们不要着急说啊我没有睡，你自己想想啊，说完这句话女生怎么说新的话题呢？所以说呢咱们让这个话题呢留在咱们这里，那咱们就立马回复一句，还没睡你怎么了？没睡吗？仔细看啊，这句话就是咱们的一个话术，重点在于咱们没有标点符号。你看这么一说，这句话的断句是不是就暗藏玄机了？别着急啊，看看对面是怎么断的。你跟他说啊，好好说话啊，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呢？你看，看来女生呢想到那方面和咱们这个话术用到了一起了，对吧？既然咱们让对方感觉到啊不舒服了，为了不打断聊天，咱们先道一个歉啊，再开一个小小的玩笑来缓解一下气氛。最重要的是要给咱们不加标点的这个话术铺垫一下，这样之后呢女生就不会再因为咱们的断句不对啊迁怒咱们了。咱说了理由吧，对吧？咱们回啊，抱歉抱歉，昨天因为教育的败类啊，语文呢没有学好，尤其是断句这块呢发挥呢总是不太稳定。你看他回，哈哈，别给我整这些花花肠子，我不吃这套啊。行，看来呢女生也接受了咱们这个道歉和铺垫，而且呢也理解了咱们说话的一个方式。这个时候呢咱们别急着说一些引发歧义的话术啊，免得呢女生觉得咱们啊没有边界感。所以说呢咱们先顺着女生来啊，你继续做铺垫，别太忘了咱们提的立场。咱就说一句啊，哎，好说好说。所以说呢我现在都用一些怎么断句都行得通的句子。你看他回，把你能的，比如呢，你看感兴趣了吧。一开始那句是为了让女生呢知道咱们这个小毛病，这会儿呢特乐于了解啊，咱们呢就可以聊聊，让她觉得哎这个男生呢小毛病还是一个小优点。一开始呢啊那种不爽就会立马变成惊喜。这会儿啊你看这儿是一个重点，一段重复的话放在一大段里面，第一眼看上去哎就特别的乱。所以呢咱们分不同的对话框发出去，而且呢第一句发出去要缓一缓，让女生自己先想想应该能怎么断，在她还想着的时候呢咱们立马就给出答案。看我这段啊，我想你知道我在想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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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他回了，哦，哈哈，在这儿等着我呢啊！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撩呢？气消我了吧？这段话啊，别看很简单，撩人效果真的是翻倍的啊！女生看到自己没想出来的断句方式，对你一下子就会改观了，不仅觉得哎这个人好会撩，还觉得呢你特聪明。咱们抓住最后这句话的回复啊，回他，可能你的深夜来信总是太少。哎，有了前面的这个加持，这句话啊，他一定会想到暧昧的方向去。你看他回复了。哈哈，那我以后一定要多发。哎，看来呢这段话术还是不管用的，那咱们呢就再接再厉一下啊，继续复制那些经典的语录。所以你发消息是睡不着想我，还是想我睡不着，还是想着我不睡？你看他说，嘿嘿，你猜。话题呢抛给了咱们，千万别再说什么啊你猜我猜不猜这种什么话啊，咱们的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啊，你来这么一句多毁气氛，对吧？而且女生肯定一下子就觉得你特幼稚，这种低级错误咱们不要犯。可你的底背还真是这一套。如果你不懂得在感情中营造另一个情绪，可以看一下我的评论区里的链接，我送你一份聊天管理手册，里面呢有跟各类型女生聊天的一个全流程，包括如何跟女生拉成关系、调动情绪、提出邀约，照着聊你的游戏吧。看德哥怎么说啊。低级上的人呢会去猜，哎，台阶是不是给女生铺好了？咱就等着她回复咱们需要的那句话。好啊，你看女生果然回复了。哟，那高情商呢？哎，咱们立马就回上一句啊，高情商的选择呢，直接过去就哄她。哎，又是一个铺垫，表明咱们呢是乐意去哄哄女生的。女生心里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，哎，这个男生好贴心呢？你看他回，有本事你来啊！哎，这种看着好像是挑衅，实际上呢不过是一个口嗨一下啊。要是不信，我顺着他这个话题回复一下。有本事啊，把这个定位发过来啊！你看，女生立马就回复了啊！你看真来啊！这个时候别顺着啊说要去找他了，咱们要尊重女生的个人意愿。这会儿呢，咱们回一个啊，何止真来啊，还有男生真的，哎，要一下啊，平复女生一下心情啊，别让她太过于紧张。你给她回答，哈哈，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哈，明天早点。想要见面的目的达到了，这种时候呢，点到为止就 OK 了啊，可以回一句你就嘴神的一个表情包，把这种轻松的氛围呢延续下去。让女生心理上放松下来。你看女生回复了啊，我才不是呢，不信拉倒。说明呢她不排斥和咱们见面，那咱们呢就泼下驴顺着回，信啊，明天晚上下班联系。尊重女生的一个时间，女生呢大概率就会答应。你看她回复了啊，好，一个害羞的表情。
看来呢，这次聊天呢圆满结束了。德哥这套话术啊，够暗的吧？真不错，学到了，学到了，谢谢德哥。不会聊天，找德哥带你轻松上班车。